写进单词里，以灰烬遗憾的方式跌宕过眼，谈理想的吃完了没有？开工了，走。奔跑，以你为梦，为梦的少年。把别离的缘锁进成长里面，你爱而不得的名字要忘脱，在重逢的季节，撑着雨伞，满身疲惫，疲惫的伤。是啊。夕阳，还是我来吧。此刻怎么可以输给你那个少年。夕阳，不是你要骗我，那支钢笔是你推了多少车买回来的？我不是不想让你担心吗？可是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心痛。现在啊，工作挺难找的。不是还有江刚吗？江刚不是每年都在招吗？还是算了吧。耿六子，我知道你怎么想的，因为你以前是优等生，又搞出了重大发明，以为进厂以后就会重用你，是不是？现在没有了，没有了文凭，你怕他们把你当普通工人？你在意这些对不对？你什么时候学的那么虚荣啊？你现在学校那些成绩都是靠虚荣心得来的吗？不是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给不了你幸福，我得……你觉得我是因为这些才跟你在一起的，是不是？你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你还有我。哎，星华，嘿，最近生意如何呀？哦，挺好的，我这都接了好几单了。您看，您用这个不也是我的计算机吗？嗯，国内虽然发展的慢一些，但是现在这个计算机市场啊，是越来越好了。我最近就接了一笔挺大的单子，齐总。哦，那是很不错呀。不过还是出了点小问题。说吧，什么问题？嗨，这次呢是一个计算机培训学校的采购单，因为量很大，所以资金不够了。是。差多少？两万。没问题。小刘啊，你让财务科科长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不是，您就这么答应我了？哎，咱们在社会上打拼做生意，谁不遇见点困难呀？很正常的。再说了，咱们是老乡，很投缘的。我不帮你，谁帮你呢？但是。咱们朋友归朋友，这生意可得归生意啊。这个项目
除本金外的，我要利润的15%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好，一会儿财务科长来了，你们签一下合同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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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齐总。这我什么都不说了啊，鞠星华全记在心里呢。不用谢我。西雅回来了，洗手吃饭。等一会儿吃饭，我要召开家庭会议，你们把手上的活放一下。啊？那就说呗，也不耽误听。周玉兰同志，开会是一个认真严肃的议事活动，你在你们单位开会的时候也玩毛线球吗？对对对对，女儿说的没错，严肃点，严肃点。开会，那就开会。那谁先发言呀？我先提议。说吧。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和六子在一起？凭你俩不合适啊。理由？理由就是你们俩的学历、工作和家庭背景差距太大了，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两家关系不和。当初他把你哥打得差点没命，我们没让他蹲大牢已经够客气了，这要是你们俩结了婚，那两家老人怎么走动啊？这就势必影响你们的感情。还有吗？暂时没有了。爸爸，你有吗？哎，我没有。好，那没有就该我发言了吧。第一，溜子在大学期间的成绩你们是清楚的，所以他的能力和智商你们不用怀疑。关于大学文凭，就是他愿不愿意再考虑的事情。二，工作是他现在确实没有很好的工作，可是改革开放至今，晋江钢已经不是最优的选择了。我哥就是最好的例子，就凭溜子的能力。就算不进江钢，我相信他也一样会取得很好的成绩。第三，家庭背景，他爸是车间主任，跟我爸是同级，论交情你们是30年的兄弟，所以我和六子之间是没有距离的。还有我哥被打，那压根就不是他干的，你们凭什么那么不相信他？你们还有别的问题吗？如果没有问题，那此次会议我做一个结论，从今以后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干涉我和六子的感情，也不要再阻碍我们俩在一起，好不好？你就是说破天我们也不同意，我们的决定就是理由。你凭什么那么独断专行？哎呀，行了，西雅，爸爸妈妈这都是为你好嘛。你是我们的女儿，我们还能害你吗？我们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那是不会幸福。我们怎么就不幸福了？凭我们走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。哎，哎，西雅，你要搬到女生宿舍去说？嗯，既然道理跟他们讲不通，那我就只能搬出来了。哎呀。你这倔劲儿又来了，你这样他们会担心的呀。没什么可担心的，我跟小琴和红梅住一宿舍，那不就跟上学一样吗？这样他们就不用成天盯着我了呀。我跟你见面就不用像做贼一样了。你越是这样他们越反对啊。那我得郑重表明我的态度和立场吧。好了好了，别说我了，腰还疼不疼啊？还行，没事的。你说你从小到大哪干过那么多的苦活啊，又是铲沙又是扛木头，看着我都心疼。我这不年轻吗？身体结实着呢。现在没事，老了这些病全都要找上门来的。咱别干这活了，想想别的办法好不好？不用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哟，这不是我们江钢学院的大才子吗？刚才听你们的意思，什么？现在在工地里铲沙子、扛木头呢？王小伟，你嘴贱呐！我这话说的有毛病吗？没毛病啊！你当初在学校不是挺牛的吗？怎么，今天吃软饭了？滚一边去！跟谁说话呢？吃我们的啊！哎，哥几个，看见没？他就是我跟你们提过的耿云辉，咱们车间耿主任的大公子，他就是耿云辉啊！真的假的？我骗你们干什么？咱们厂的转熔煤气自动点火装置啊，就是他发明的，当时厂领导亲自接见。哎呦，他这么厉害，那怎么还去工地铲沙子、扛木头啊？他把咱们局科长的儿子给打了，被学校给开除了，现在也凤凰变炒鸡了。哎，西雅，你跟他也没什么前途，不如跟我吧。
我最起码也是厂。哎呦！过来！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着？哥几个给我上！我不揍你，我都对不起你张姐。别冲动！王小伟，你过分了啊！有什么事儿冲着我来，别冲着溜子。西雅，我可是看在你哥的面子上替你布置。是我当时不如他，可他现在是什么？你连他一个脚趾头都赶不上，你给我滚！那好的。狗咬吕洞宾，不知好人心。走，就是这三个人，来找这小伙子。你现在就是废物一个。哎，好了，不用给他一般见识。绝对是。走了，没事了。没事了，不用跟他计较，他这种人只有被你踩在脚下的份儿啊！哎，老板，来杯花生米。哎，好。我没事。啊，两瓶酒。哎，来了。去吧。哟。庆华来了，哎，王主任，来，坐，忙着吗？怎么了？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哦，我哎，谢谢，王主任，我刚刚去咱们学校的计算机室转了一下，看了一下那计算机都安装好了，使用也没什么问题，您要不要跟我过去看看？哎呀，不用了啊，计算机这种新鲜玩意儿啊。我们几个教组员工图新鲜，早就试过了，一个个回来那是跟我赞不绝口啊。那就好，还是你们年轻人有本事啊。哎，王主任，那还有一件事情，那尾款您是不是给我结一下？已经结过了呀。结过了啊？对啊，就是你们公司赵志远，他亲自来办理的。出什么事了吗？哦，没事，我回去问一下。赵志远，哎，夏小才，找谁呀？哎，大爷，赵志远是在这儿住吗？找不完这了。刘子。齐叔叔，下班了。啊，下班了。走，到那边坐坐，我想跟你聊聊。辛苦吧？啊，还行吧。西雅搬到宿舍去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这是你希望看到的结果吧？刘子，我跟你父亲之间的关系，你应该很清楚吧？虽然我们是师兄弟，但是由于性格不合，吵吵闹闹大半辈子。到头来呢，谁也不服谁。按理说呢，像这样家庭的两个孩子好不到哪儿去。可是偏偏呢，西雅对你特别好，这你应该承认吧？承认。其实一开始啊，我们并不希望西雅跟你来往，但是偏偏你小子很优秀，所以我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。可你现在的情况……我想，你应该清楚吧。我明白，刘子，你别怪你居叔叔我势利，我也年轻过，我太了解年轻人了。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啊，容易头脑发热，对方的一切缺点呢，他都变成优点了。可是生活不是谈恋爱，他不光需要激情似火，他需要柴米油盐酱醋茶。而这一切呢，
需要物资基础作为支撑，这点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那我问你，现在西雅幸福吗？她为你离开这个家，她能幸福吗？她现在跟你在一起，还要为你遮风避雨，你觉得她能幸福吗？记住说，我会让西雅幸福的。我怎么说了半天你还不明白啊？你靠什么让她幸福呀？啊，靠甜言蜜语，还是靠你去工地上给人扛水泥搬砖头啊？行，就算按你说的，你将来能让她幸福，那要等几年呀？5年还是10年呀？人生有几个5年10年呀？等西雅的青春年华彻底消磨光了，你觉得那时候她还会幸福吗？刘子，你可以骂你巨叔说我自私，也可以骂我残忍，但是为了西雅今后的幸福，算我求你了，放过西雅吧，别让她跟着你一起受苦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么长时间了，我都没看过西雅的笑过。我说的这些，你好好想想吧。哎，西雅，这段时间你在我们女生宿舍住的习不习惯啊？习惯，而且还很开心，终于没有人盯着我了，真好。溜子，你怎么来啦？这还用问吗？送你上班呗。不是，我找西雅有点事要说。什么事啊？嗯，只嫌咱俩是电灯泡。哦，咱俩走吧。哎呀，真小气，有什么甜言蜜语不能让我们听啊？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走吧，一会儿厂子里见啊。走了啊。我们去宿舍说吧。不用，说几句话就走。哦，那你说吧。怎么了？哎。我们分手吧。你能不能不要像个小孩一样，动不动就说分手，不好玩啊。西雅，我这次是认真的。对不起，我不爱你了。你找个靠谱的理由。我真的不爱你了。我这么跟你说吧。我们现在家庭的因素啊，个人的条件都不合适了，而且我们因为那么多年了，我都烦了。不烦。你不烦我烦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长痛不如短痛，咱俩以后啊，谁都别耽误谁。耿六子，这个大混蛋！我们分手吧。我不爱你了。我们现在家庭的因素、个人的条件都不合适了，而且我们因为那么多年了，我都烦了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咱俩以后啊，谁都别耽误谁。
你们是？马哥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坐呀。哎呀，菊老板，这开庆功宴怎么也不叫上我呀？马哥，瞧您说的，我这哪像是开庆功宴？我一个人喝闷酒呢。还跟我兜圈子是吧？我都问过了，学校的货款给你结完了，你欠我的货款20000块钱这么长时间了，打电话也不接，什么意思？不是马哥，我不是不接电话，你看我这连电话都没了。是学校那钱是给我结了，但是都让人给骗走了。那是你的事儿啊，我只知道你从我这赊的货款一共20000块钱。马哥，我现在没钱。哎，等等等等，等会儿。马哥，马哥，这是我所有的钱了，大概有个几千块钱，你先拿着。就这么点儿？没了。你看，这真没了。哎，咱有话好好说。哎哎哎，别，马哥，马哥有话好好说呀，马哥。你宽限我2天，我去想办法，好不好？福海这一片还没人敢跟我马彪玩心眼，你是独一份啊！不给你添点彩。以后是不是谁都敢在我头上踩两脚？住手！齐总，齐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这小子也从你那儿骗钱了？他是我兄弟，放开他！放开，放开，快放开！没事吧？没事。他欠你多少钱？不多，20000，没那么多了。我刚才还了您几千块钱了，已经。马老板，就为这么点钱，值得你这么大动干戈呀？齐总，我们这小家小业的哪能跟您比啊？他剩下的钱，我帮他还了，明天去我公司取。这小子，这运气真好。那您还废什么话呀？这就走，这就走。西雅，别难过了啊，这样也好。你们俩本来就不合适，早晚都会分开的。这人呢，经历了以后就会成长。这女人啊，最容易犯傻，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哪些人值得爱，哪些人不值得爱。尤其是恋爱的时候，让爱情冲昏了头脑，他会不顾一切，不计后果，一定要嫁给这个人。可两个人真的走到了一起呢，这人的性格呀、心境啊，就会发生变化。你就觉得
这婚姻生活跟你当初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你就会变得很失落，很失望。这个时候两个人之间哪怕有一点点小矛盾，都会发生感情危机的。这妈妈，我爱他。我知道，可婚姻里头不光只有爱啊。所以说呀，这恋爱啊只是一种体验，婚姻生活才是主要内容啊。接下来怎么打算？还能怎么打算？回老家吧。还真让我爸给说对了，这外面这钱呢不好挣。哎，不过齐总，我欠您那个钱，我回去以后一定尽快筹齐了，尽快还您。哎呀，那个不着急，别放在心上啊。哎，正好我也要回去一趟，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情，我开车回去，把你一块带回去吧。那太好了，谢谢您。哎，主任，主任，说通了吗？哎呀，这两天我是磨破了嘴皮子跟他们说呀，可怎么说都不行啊。不是，那武厂长也不同意吗？他倒是有这个意愿呢，但是他上面有江厂长还有于书记在那压着呢，他是有劲儿他也使不上啊。那这段时间咱不是白忙活了？这些人啊也确实是太保守了。你说说，咱们经过反复论证，好不容易研究出来的改良方案就这样被他们给阻止了。我这心里啊确实是不甘心呐。哎，这些天呢我又找了江钢学院科研所的同志，对钢种的合金配比进行了反复的分析和论证，人家也说没问题呀。所以我想能不能咱们自己进行测试啊？不通知厂里了？对。那万一实验失败了？责任我来担，您不用担心。不是，主任，您误会了，我绝对不是怕担责任。行行行，行，不说了。我同意主任的意见。这几天我们最后再做一次全面的设备检测和数据验证。好，我现在说一下实验过程。折了，折里来了，哎，你不是送了？这是谁呀？呀，挺有钱的啊，认出来，开上小汽车了，不知道，应该也是院子里的吧？是隔壁的吧？不是不是，那这是。我来，您甭管了，我来，拿得了吗？拿得了。我们家呀就在这楼上。哦，您快请，您快请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请进，齐总。哎，好。妈，哎呦，想死你了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挺好的。爸，我回来了。阿姨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给我抱。哎，姓王。来，哦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您看啊，齐总，这是在上海帮了我大忙的。哎，你阿姨好。哎，老菊，
哎呀，来客人了。爸，齐总，我知道。爸，有没有人介绍？主任好。好好好好哎，站着！对对对，坐坐坐坐，快坐快坐，快请坐，快坐。哎，来来来，您坐这儿啊，秦总。哎，好。夕阳，快快快，来给倒点茶。这是我女儿菊夕阳。哦，哎，这我妹妹。你好。老菊。啊。你们先聊着啊，我还有最后一道菜。咱们一会儿马上开饭，去吧去吧。好了，哎妈，多炒几个菜。知道了，请用茶。谢谢。爸，你要吗？哎，我不要不要。夕阳，俺哥给你买什么好东西了？喝茶。哦，我呀。对呀，哥给你买礼物，看看喜不喜欢。哦，还不错。什么叫还不错呀？谢了啊。一点都不高兴。爸，他怎么了？哈哈，齐总啊，哎，这个鞠叔叔，您别这么叫我，我跟兴华呀是同辈儿，您叫我小天就行。这，哎呀，在家我爸妈就是这么叫我的。哦，那好，那我可就倚老卖老了。哎呀，小天啊，这个兴华在上海的事情，他都跟我们说了，多亏了你呀，要不然他不知道吃多大的亏呢，而且能不能回这个家都很难说呀。哎，叔叔您客气了。我跟兴华呀，本来就是哥们儿，而且我们又是同乡，都在外边打拼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落难，我袖手旁观呀。你瞧瞧，多有气魄呀！哎呀，人不但大气，而且啊还很豪爽。哎，要是换了别人啊，没这个实力，想帮忙都帮不了。哎呀，我们俩呀，跟您比起来，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呢。行了行了，您二位就别在这谦虚了，好吗，爸爸？夕雅，爸说这么半天了，你是不是得说两句？别光让爸说了啊，你替哥哥表示一下感谢，对不对？哎，不用，不用。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可是我龙凤胎的亲妹妹，怎么样，跟我长得像吧？像什么像？快快，夕雅，快快，替哥哥谢谢。谢谢齐总。我跟你说，哥这回做生意那是亏得血本无归，差点都回不来了。就哥给你买这金项链，都是借人齐总的钱。哦，是吗？这样啊，那我就不要了。不好意思，夕雅，你别听你哥瞎说，这项链啊就是他买给你的。哎，行行行行行。妈，饭好了吗？好了好了，吃饭吧。哎，好，吃饭吃饭。哎，来来来，吃饭吃饭。溜子，陈哥，再来一杯，兄弟，来。不喝不喝，我不行了，你们俩喝，你们俩喝，服了还不行吗？来，溜子。咱俩喝，行了，成哥，咱俩不是第一次喝酒，你能喝多少我还不知道吗？咱们少喝点。没事儿，有时候喝多了什么都不用想。刘三，你是专程为我和夕阳的事情来的？对。何必呢？大老远跑过来就是为了来安慰我。刘三，我有时候特别恨我自己，我恨不得拿酒瓶子把自己脑袋给砸了。哎，陈哥，喝多了。我没喝多。刘三，对不起。嗨，我对不起你。要不是之前我惹的祸，你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我现在特别后悔。事情都过去了，你替他干嘛呀？刘子，听哥一句话，别放弃夕阳，她为你付出那么多，是个好姑娘，她值得你为她付出一切。
就因为她是个好姑娘，我才不能耽误人家。对对对，不能耽误，不能耽误人家。你闭嘴！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，你不是就是觉得自己落魄了吗？这算什么呀？这是10000块钱，你先拿着。陈哥，心意我领了，这钱我不能要。你不要就是瞧不起我呀？我知道这点钱弥补不了你替我受的罪，但是这是我的心意，你拿着我心里能好受一点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如果出事的是我，你会袖手旁观吗？我肯定不会啊。所以啊，这钱不能要。于情，你是替我出的头；于理，你也不欠我钱。虽然我在看守所待了一段时间，但是为了兄弟，那是我耿英辉心甘情愿的。不是，那你总得让我为你做点什么呀？要不然要兄弟干什么？摆着看吗？哎，我爸和几个合伙人准备建一个炼钢厂，你这样，你先把工地的活给辞了，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西雅身上，把他给我追回来。等炼钢厂一建成，你就来我这儿，咱们兄弟俩一起打拼，就凭你的能力，没2年咱就能干一番大事业。到那个时候，我看这些人还说你什么闲话。陈哥，好意我明白，但是我自己的事情还是我自己解决。不是你挺聪明个脑袋，怎么不开窍呢你？今天咱不说这个，你能来我高兴。干。来，来，齐总，叔叔阿姨，新华，我走了。哎哎，没事的时候来玩啊。阿姨，一定的。西雅，再见。你们回去吧，哎，啊，好，再见啊，齐总啊，再见。爸妈，怎么样？我新交这朋友，年轻有为啊，有能力有实力，你比他差远了。说什么呢？儿子怎么了？儿子比你强多了。哎，你们就直说吧，是我能力差不就完了吗？哎，对了，我妹跟溜子最近怎么样？你不知道啊？她最近跟溜子刚分手，你没看你妹妹今天情绪不高吗？行了，走吧。回去吧。最后一个球啊！最后一个，我，哎呀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你们俩玩吧，你们俩玩吧，我真佩服你们俩了，喝这么多酒还能玩。你这酒都醒了一下午了，还没缓过来啊，怂货。小华子，你就是欠练。欠我承认，练我就算了吧。哎，我给你提那个建议，你考虑一下呗。我现在暂时没这个想法，你等我哪天混不下去了，我肯定会乐颠颠来找你。哎，好球！还没下班，快了快了快！啊！哎，那不是鞠新华吗？哎，他身边这谁啊？齐天儿，我哥在上海的朋友。我开车来的，挺有钱啊，大老板。下午还犯迷糊呢，这会儿来精神了。
我都是上班的时候迷糊，下班精神嘛。但你现在精神啊，是因为看到菊新华了，是不是？别瞎说，走走走，去看看去，走。菊新华，来来来来，下班了，下班了。哎，对了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齐天，齐总，从上海回来的老板，我朋友。齐总，西雅我妹妹你见过了。西雅，你好。你好。隆重介绍啊，这位是庞小琴，我女朋友。哦，庞小琴，你好。你好。这位是？我叫红梅，我是他们两个的好姐妹。红梅，你好呀。西雅，齐总今天过来特意请咱们一块吃个饭。写进单词里，以会尽遗憾的方式跌宕多年，但理想的夏天雨中奔跑，以你为梦，为梦的少年，把别离的约锁进成长里面，以爱而不得的名字遥望我眼，在重逢的季节撑着雨伞，满身疲惫，疲惫的少可怎么可以输给你那个少年？答案不在这里，清冽余生，此刻怎么可以输给你？